欢的一件事是去法国旅行，这两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礼拜玩的拼图，因为我们一直赢。我们拼的是闪电麦昆的拼图和神奇宝贝的拼图。我们这一组发挥团队精神，所以才赢得了胜利。我有一本书想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《Yes 也算是小超人》，因为内容丰富有趣，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，所以我很喜欢那本书。我要谢谢爸爸妈妈帮我们报名口才课，我觉得在这里很好玩，而且如果我有时候没有带东西，他们会帮我带到学校来。谢谢爸爸妈妈妹妹，我爱你们。换妈妈，换妈妈好吗？妈妈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妈妈一样，来给妈妈一个拥抱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家两个小朋友，然后两个个性差很多，一个就比较害羞，一个比较活泼。他比较活泼，讲话就很急，有时候就会一直讲，也不会坐等待让人家给反应。那我相信他这一次也吸收到很多。那两个个性很不一样，但是喜欢的东西几乎都是差不多一样，他们都听到，你们大家应该都听到，他们喜欢出去玩，出去玩不用上课，他们应该都最开心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